走进充满手烘咖啡香的卡玛咖啡，意外发现色彩艳丽的花样咖啡杯是姿态各异的鲜花图案，非常适合百花齐放的春天喝着带花香的耶加雪菲。这是卡玛咖啡与国际知名的日本花艺团队 Plantica 的合作。 Plantica 曾经与爱马仕、 LV、 资生堂这些品牌跨界合作，已经受邀到摩洛哥为他们的公主卡洛琳举办花艺盛事哦。这次卡玛咖啡跟日本 Plantica 的合作呢，是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理念，觉得不管是咖啡啊，或者是鲜花，都能够提升我们的美好生活。今天 Plantica 花艺艺术师木村贵史特地帮我们准备了花艺 DIY 的课程。这个课程呢，是有着梦幻水中永生花之称的浮游花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日本少女现在很流行的 DIY 课程哦。而且这些花材呢，都是老师特地从日本带来的，有蓝色、紫色、粉色、黄色，很多颜色的花材。在老师教导我们如何去选花、整理花，然后使用镊子把花材放到瓶子后，就换我们开始制作自己的浮游花咯。伊娃，我拿了很多漂亮的颜色，其中有一瓶是粉红色调的，没想到老师还说我的粉色罐做得很好呢，让他感觉到温柔的感觉啊，这样讲真的是让人好害羞啊。果然咖啡香能够启发人的美感创作呢，大家不要忘记到卡玛咖啡喝咖啡，然后记得选择漂亮的花样杯咯。